今天朋友的妈妈打电话来，让我们去取菜。我想太好了，顺便可以参观一下她家的蔬菜园啦。怎么这么早啊，打车来？哎呦，哎，老祖宗，我回来好的嘞，不得了！这阿姨真会种呀。一到岁又来不能吃了，老了。哇！好久意思吃，我不能吃，可能老不好吃了。嗯，老的老头的，要学。哎，搿啥菜啦，阿姨啊？哈，搿啥菜啦？这个生菜。哦，生菜。啊，这个生菜呢？这个生菜。那也可以生切，也可以长杆子的呢。来，这个削了呢。哎呀，你太厉害了，才是。我买的冬瓜呀，买的冬瓜呀。哦，搁这小青菜啊。小青菜呢？刚刚给你两包小青菜。哦，这个盆里面还有这么多。这个小青菜我也活该。这个啥菜啊？这个现在就是这个芥末菜呀。哦。哎，这个是芥末菜呀。哎呀。太厉害了。这个西红柿。西红柿这么多哦，密密麻麻的哦。种了。啊，就是在那育苗呢。哎，育苗了，哎。哎呦，这么多，这么多。哎，这个洗菜呢，我是想给你挑了，挑白菜的。那这里也是小青菜啊。哎，这个小菜。哎呦。那讲给谁洗菜呢？好多呀。我是在这里挑的。哪里？这个地方是挑一只，挑一只，是不是？你看那，哎，挑一只，挑一只的，那是给小么小来眼眼的，你懂吧？过了你接出来多一点，那是那哎，就弄挑一只半一斤来给网库弄出点么好了哦。零个。过了这个辣椒来种了给你。这个辣椒。那辣椒来种了给你，小来年年了。哦，搿是辣椒啊！哎，来种了，来种了。哦。哎呦，今天秧苗搞得好贵啊！哎，成本。五块钱两本，一本只有两颗，你看，好贵今天。侬是去买个秧苗啊？秧苗买一点还有时间用，是的。哦。番茄秧时间个，有些都冬瓜秧。搿是韭菜啊。这个韭菜呢？韭菜。对，俺让两只胳膊呢，没得嘞。来了搿个叫啥？搿档里向。哎，搿档哪？搿档一段哪？搿档给你们端来跟不上，搿档一段我搁了你，让自家改，我改没有改了哈。布菜，搿是布菜啊！哎，这个布菜，外国人布菜，哎哎，外国人布菜啊！哎，这个布菜可以两边吃个，小样。哦。那这个几个叶子呢？可能我给刚子呢，可能哎，我爸爸你给他还要讲给自己，这个哎哎，那对时间了。炒来吃也可以个，那么结果炒来吃也可以个，就两边来吃也可以个。两口。那你把这个呢？给叶子。这个布菜。啊，这个茄子呢？来削来捏捏来。这个是茄子。哎。哦，在育苗呢。哎，来还苗了，削来捏捏来。哦哟，侬搿是。每块地侪用上了，啊，哦，种的密密麻麻，阿姨啊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，哎，那我这个葱呢？这个小葱、大葱对吧？啊，搿大葱、小葱，你要小葱要种点勿啦？小我把点小葱种了，小葱，这香葱老香了，小葱啊，啊，来看够了，种勿完。哦呀，搿呢？搿是洋人的香菜啊！搿只洋人香菜。搿勿搞，搿个中国香菜。你中国这个葱老香，能到搿种老香。很香。嗯。最好的菜园。这个洗菜。我说这是最好的菜园。啊，菜园这个。最好的菜园，好厉害！你看这个叔叔吧，这个叔叔把这个。九年我本来叫。你很能干呐，什么都行呐，真的很能干。叔叔做的这个地，你看多好，这个路啊，用木头做的。你看这个桶里的，不踩，也上了菜秧。对呀，哎呀，这个你每一块土地都利用了呀，真是。种了这个，你可以炒了。到公园里写一个纸条子对吧？你给炒的要对吧？它嫩肉皮，种一根丝瓜、金瓜藤的给它，弄一个脏石上去。长金果，给发旺还炒哎！啊，你看我们这里还吃。最低老少，对啊，最低老少，你别的地要那地要，你懂啊？要大架子，对吧？哎，阿姨，你其实蛮辛苦的，还去打草的，对不对？去打草，啊，这个是每天的乐趣，每天打草也没什么，打草也很少的。这个呢，有很多草呀，有。这个疫情这样的话，你也是有事干了呀？也是干，我来，我这呢，天天早上要磨一些。上面的工不就超？哎呦，不得了！你看一路上全是的呀！哎呀，多少功夫呀！向你学习，向你学习。哎，还跳这个草，还跳这个草，就是蒲公英。哎，那这就是。哦。